相关的歌曲的台下没有掌声就知道对不是我们的音乐，听到没？不是没有掌声，掌声不够热烈啦，好不好？只要我们才5000人呢，不是给10000人的掌声好不好？Thank you.
谢谢。我们是肥人三猫。刚刚我们一来到这里就看到我们这个国小的郑校长哦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现任的校长，对，还有江校长也来了，对，这个刚刚他就拿那个我们在出那个长得不一样的专辑，他说可不可以唱里面的歌，我说这样子，我们刚刚主持人说我们从1996开始出新专辑，有些我们带来，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该怎么办，妹妹的男朋友完全都是男主角，像我们这么丑的男人哪有资格爱上你，妹妹这首歌可爱爱，还有我该怎么办，哎，尤其你们参加乐器啊就担心会喝醉，哦，真的就不要喝，少喝多一点点，对对对对，不要喝太多，尤其少喝多一点就好了，好，少喝多一点，对，比如像这首歌，小米酒、yeah ，我爱你，没有人能够比你强，我为了你痴迷，为了你彷徨。你真叫人多么的彷徨，当然喝完这喝完小米酒以后刚好到爸爸节，爸爸节，爸爸喝醉了，今天又在那个帕拉克，到了母亲节，妈妈也喝醉了，一杯一杯地干下去，所以我们的歌曲其实都可爱，都跟酒没有关系，我们对劝人家不要喝酒，对，跟喝酒没有关系，你们喝醉是你们的事。有一个好朋友啊，我刚看到那个郑校长，我就说郑校长，哎，他就跟我讲，他的手机啊刚换新的，哦，好啊，有钱啊，不是有钱，不是哦，他不得不换啊。我就问他说为什么，他在看了以后，他是我们手机是不是有飞行模式，对不对？会啊。他把它转成飞行模式，对，哎，然后从五楼就往下来丢，没有想到坏掉了。当然会坏掉啊，可是没飞行模式啊。啊，他不会太深的了，哎，当然是在飞机上用的，不是不对。后来我跟校长讲，校长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转成飞行模式，你还是缺了一个驾驶员呢？哇，那是严重啊。那个，好，带来这首歌曲《刷牙歌》。你刷牙是什么？我是蓝的。我是蓝的。我看到了妹妹在睡觉，我默默爬了。
某某我的公公，我妈当他的啊。今年的会出最新的专辑，就是我了解的明白，那么都已经在后之中。其实我们一些了解我的明白的歌曲，好多歌都很可爱，比如说哎，我们这个尤其他以前的这个女朋友，第一个女朋友，他的女朋友跟他讲说，两三年我等你可以，五六年我就对不起你，没问题。哎是吧？是啊，应该是郑校长讲的吧？是郑校长，拜托第二两三年嘛。对，两三年没有问题，五六年我对不起你，心上人你在哪里？那我们只能唱到这里，免得我们出以后你们就不再买。不过来到这里啊，这个。这我们主办单位特别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是，他说我们一直等你们新专辑等了很久，虽然还没有发片，可不可以演唱一首歌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我了解你的明白啊。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，我们还没有正式发行，也还没有正式出版，先让大家来听一下。原住民就是很幽默的，比这个西拉雅族比我们更幽默。怎么说？真的？哦，哎，西拉雅族。有时候我跟你讲那个也是那个江校长的，你怎么又认识他呢？我们刚刚认识的。哦，不是，他刚不是又讲吗？啊，是，他说他以前救过一个阿姨。哎呦，真的、啊？后来变成恋人了？不是。哦，没有。我他女的跟女的不会恋人。啊，是。刚好，就是一个阿姨啊，准备要跳，准备要自杀。哎呀，这像是很在鼓楼，就怎么救消防车啊、警车啊来了，怎么救不起来？对，他就不肯救。哎，然后江校长的朋友啊，不是他了啊，对，就看到以后，他就跟他爸，你看那个在鼓楼那个阿姨哈，没有穿内裤的，马上本来要跳楼的，马上就救起来，就哇，好跑掉，智慧来。我了解你明白，那我们欣赏一下。然后我们下去哦，江校长就叫我们留下来了，他要救我们的。来音乐好吧 ，OK。Whoa.
给你喽，你不要说，你不要说你这个我们出这首歌你就不再买了，这样不要买了，先事实上网络上都不要钱，对，林志明不要钱呐、啊，哎，不过我们北上猫的歌就是我们的用词都是很奇怪，很简单呐、啊，这个歌词都是他写的，不，开玩笑，我们也看，因为他说他自己本身就不要脸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每次、啊、只要出去吃这个吃，我们去吃面的时候，我们会讲，尤其他，
我要那个不要脸的猪头皮的。猪头皮本来就是我们就是切猪头皮嘛，没有切，没有切脸吗？就没有脸的啊，对啊，就是不要脸嘛。对，不要脸的猪头皮，是不是？唱这首歌是啊，不是不是。我们这个在网络很流行，改第五首好吗？我们最后一首了哈。这个我们因为今年很多歌手，还有阿豹啦，还有这个张佩，张佩啦，这些都是阿秀，这些唱的都比我们好，我们赶快先唱我们 KTV 的，不好意思，免得他们也不再也不听我们的歌了，这样。前浪赶快就到沙滩了，没有，好像等后浪，改第五首好吗？这个好。买那个沙子，闻那个瓦沙子，马上顶下沙子。买那个沙子，闻那个瓦沙子，马上顶下沙子。谢谢，来交给主持人，谢谢。
掌声谢谢北原三拉两位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啊！我们继续来掌声加尖叫三十秒，谢谢我们的北原三拉好吗？谢谢。好了，继续呢，我们今天的晚会，我们的台南市议会，我们的大家长，我们的赖委会赖议长在我们现场哈、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这两。